我操，这一把，这一把我直接给你们教学局怎么打宁波城，好吧？打宁波城的三要素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正好是白天。白天的话，不耽误咱们干嘛呢？不耽误咱们一手物中显卡片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直接带咱们的物理系小孩，然后的话再带一手宁波仙符，然后的话干嘛呢？然后买一个查克拉。为什么不买两个呢？因为咱们有一锁，第一回合直接连环击清空他的愤怒，他没有机会给我们破血什么的，懂了没有？你就看我这一把我怎么揍他，兄弟们，你就看你破这一把怎么揍他，真的不单人打，可以说是不单人打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伤害的话，我就问你爆不爆炸，死不死，你就死不死，对不对？就弹两把金甲他都得死，我就问你猛不猛，猛不猛，兄弟们，猛不猛，猛不猛，我问你猛不猛，你别说赢没赢过，我就问你炮猛不猛，对不对？你看没有，我跟兄弟说一下，这个时候呢我教兄弟们怎么打 PK， 变身还有七回合，我们现行会怎么样呢？现行会掉变身，但是 PK 这个东西你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懂了没有？就咱们得看最后的胜利，我一把现行过去，他连宝宝都清不了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对吧？对面他这一回合闪动动不了，我们直接再给对面接上一把破碎，对面又得打对面一个九转，他就用了两个九转了，懂了没有？他就用了两个九转了，你看没有，对面很紧张不敢动，他这一把宝宝得点呐，对吧？一把破碎，你看没有，看没有，对吧？这个就两个九转了，没毛病吧？两个九转，对面拉起来，拉起来干嘛呢？拉起来他出了一个宝宝，他出的是什么宝宝呢？他还是出的是这一种什么宝宝呢？这一种血宝宝，就是我还可以消耗他的九转，但是我先变个身，宝宝直接压对面的一个人物单位，不急，比赛打了五回合，咱们一个药都没吃，非常的稳，非常的稳，金涛没有什么伤害，对吧？基本上属于不给我构成伤害，就这一把要干嘛呢？这一把咱们直接出什么呢？出个配速，好吧，出个配速，出个能顶药的配速，好吧，不要急，对吧？出个配速先稳稳局面，先把配速给出来，好吧，他这一把他也得出宝宝，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注意细节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能让他出手了，宝宝破保护一把破碎，这他妈打单挑九回合的死亡禁锢就不跟你嘻嘻哈哈了，好吧，注意细节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就千万不能让他动了，他动了咱们就 game over， 我你看没有，看见没有，这细节稳不稳？千万不能让他动，他一动咱们就没有，现在这个时候直接一把现行，好吧，千万不能让他动了，现行注意细节，咱们卡紫心玉露丸是有机会不掉变身的，注意细节啊，卡的紫心玉露丸，对面引攻拍过来，我现行不会掉变身，来一定不能让他动，这个时候他一动咱们就没，我看一下引攻还有一回合，这个时候赶紧换小孩，赶紧换小孩，超千术直接顶大药，药给顶起来，没关系，还有七回合，熬得住，兄弟们，熬得住，熬得住，这引攻没有什么威力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兄弟们，对面招宝宝怎么说，对面招的这个宝宝有没有东西呢？有东西，咱们直接飞机，好吧，这边的话卡一个大药，好吧，这边的话直接打一发鬼眼，对面被破碎过，这一把应该是出不了手，抬过来也不是特别痛，来打一把鬼眼，两个引攻想冲我门都没有，来一把飞机，因为他人物被我破碎过，你懂吧，哎我操神了，哎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哎可以，省两个，省两个，急不急，不急，
为什么不急？因为我不怕。这个时候出什么呢？出高级感知的算法，好吧，两个宝宝一起顶药，好吧，这个时候两个宝宝一起顶药，对吧？不怕，顶起来，对面还得出宝宝，超前速被锁脖，来，崩，看没有？直接被锁脖，崩，看没有？这 PK 怎么输？你跟我说一下，这 PK 怎么输？输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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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一把连环击，没毛病吧？我让他出宝宝又如何？你这一把游戏想换死我，那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性，好吧？你想换死我的话，基本上说句心里话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，就是你不存在能够把兄弟给换死了，你懂吗？有什么用？我跟兄弟们说一下。